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在阳光的背后，一股黑恶势力犯罪的暗流也在涌动蔓延着，他们为非作歹，肆意践踏社会规则，损害人民合法权益，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级公安机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风暴。20世纪80年代后期，居住在一个沿海大都市的一批无业人员，他们预谋称霸菜市场，开赌博公司，逐步形成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90年代中期，市公安局在掌握大量的事实后，将这个团伙歼灭。沈锡忠当时是这个团伙。2000年3月4日，来不及收回吗？好。小曼干活哥哥，现在三点时间再不搞这个，我就搞人你。今天是我李虎从里头放出来一周年，大家都是我黄国兰的兄弟，这么好的个，有心无力在白州开赌场，就不准第二家。好嘞，好嘞，好嘞。2000年3月4日，一名叫吴立国的男子同十余人在电影院附近的彩喜酒家吃饭时被人开枪打死。情况怎么样？死者头部中一枪，腰部两枪，当场死亡，提取300弹孔，是猎枪打的。把弹孔送到郊区做个枪弹痕迹的比对。现场目击证人情况怎么样？现场有11个目击证人，案发后都跑了，只有他女朋友还在这里。他女朋友在什么地方？在外面保洁里面。走，看一下吧。3次枪击案发生在市区的繁华地带，当时正值人流的高峰，许多群众聚在电影院门口正等待进场。凶手开了3枪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开车逃走。其作案手段的凶残、胆大妄为和从容老练前所罕见。3次案件发生后，在市区引起强烈震动，市公安局组织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处抽调专门人员对案件展开调查。据我们掌握，吴立国以前坐过牢，1年前才放出来，你晓不晓得？晓得。他出来以后，搞么职业的？他怎么职业？以么事为生呢？吴
立国被杀不是没得原因的呢？这很可能与他以前所交的朋友有关系。你要如实的跟警方说清楚呢。太多事了。太多事咋的？这不啥招？你是么晓得的？他告诉我的。最近一段时间，吴立国有没有反常的举动啊？有。去年3月19号，我们朋友一起杀了人。在哪里？出去宵夜，当时坐到我旁边的还有3个人。哎，吃么子？来碗面。大概骑了10多分钟，又来了辆车子，车一停一下，就下来3个穿个风衣的。12月19号的杀人案与吴立国有没关系呢？有关系。吴立国说那几个杀手可能是冲着他来的。好黑呢。哎呀，好黑死啊！刚才。个办嘛，搞不好是你妈冲我来的，打错人。你说么子？他3个桌子高人，那个桌子也是3个人，我们也是3个人。那个男的穿的衣服跟我一模一样。小艾，要求可小心一点。哦，吓得了。119的现场违和了，当时走访局3名凶手。都是穿的黑色风衣，头戴黑色面具，持的3支5连发猎枪。受害人，这个人的活动范围很小，也没得么仇人。另外，刚好吴立国当天晚上和他的女朋友司机也在这里宵夜，刚巧与他一起宵夜的也是被害人，就是他们旁边。这3个人与的桌子与他吴立国的车子是平行的，被害人的衣服。我的衣服是一样的。从两起案件的现场情况来看，1219这起案件他整理的目标很可能也是吴立国，只是犯罪分子只知道吴立国去了宵夜，但是不认识吴立国，所以打不出来。我建议把1219案件和30案件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老练凶残，像是职业枪手。吴立国坐过牢青帮失败以后，一直在白沙洲赌场上面活动。那么分析，蔡西酒家距离中华路码头是100多公尺，犯罪分子在这个地方公然持枪杀人，真是胆大妄为。从作案的手法、作案的人手和作案的工具来看，已经具备了有组织犯罪的特点。30案件被公安部列为斗殴案件，因此我同意2起案件并案侦查。攻击证人和被害人周围的情况调查怎么样呢？攻击者和当天晚上蔡西酒家吃饭的人都基本找过来，目前没得么线索，只有一个人吴立国的司机吴小海去世后就失踪了。到目前吴小海这个人可靠吗？可靠也谈不上，他是在吴立国进屋之前认的那个。吴立国说他也没得工作，没得事做，就让他帮他开车子。这个人平时怎么样？忙爱赌，经常赌钱。那去世前几天，他们有没可疑的地方？去世前几天，他和吴立国吵了架，弄得蛮不愉快。说。
那三万有几没还？莫在那个碰到凶了。限你三天时间把钱给老子还清。我最近真的没得钱。那你几没还？莫在那个子，大家都是兄弟。那爸嘛，你不来找我们就是兄弟。我一定会还你钱的，只不过这两天手头有点个紧。有钱给多，快飘。那么紧，赶紧还钱，再不你莫怪老子不过兄弟了。想啥子看？有没办法能够找到吴小孩？上个月我那小孩陪我去买东西的时候见过一个人，和吴小孩有联系。房子想找吴小孩，我们他老乡。哦，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到他屋里去的，他说找不到，就他最后来找。哦，找到公司啊？进来坐着。什么？他要去哪里？找到公司啊？我们听到说这边周庄厂子开得蛮大蛮好，我们想来挂银。那么是不哟？来，你带着这噻。然后我们张老板玩得高兴，妈，可不可以噻？我在不在噻？过来，我们快。跑我走！你还跑？老板，滚！他往哪里跑？跑么子跑？啊？我看你们像公安局的。我们都是公安局的，我们都是公安局的，妈。吴小孩咋的？今天没看到。你跟老子刚刚就没有说假话吧？啊，是不是说假话？想清楚啊！是你没看到那人了？你莫你妈今天不去罚就了，伙计，他怎么是罚的大事呢？你莫找祸去呢，懂吗？啊？你妈，走，我带你们去找他，是不是的？是，好，走。我这跑，我有临时来要钱。你差个钱呢？一个朋友的。哪个朋友的？那个光谷市，晓不得？晓得。有人说是你搞的嘞？胡说！我凭为么子要搞他？你不是还枉我的五万块钱噻？你把他搞了的话，不是人财两清嘞？鬼说，我已经还他两万块钱了嘞。你没说还呢？那去世前几天嘛，你拿了的钱呢？我找别个借的。找哪个借的？一个朋友。哪个朋友？我蛮普通的朋友。啊，你这样这样，我们又不是我蛮大个事找的，就要忘个事了，你晓得噻？嗯。这样，还有么事呢？你给我们说清楚。再一个呢，你去先去，去了以后呢？外面有没事情，你跟我们说清楚，好不好？好，过来过来。坚持些。三四案件发生后，警方就意识到这是一起涉黑案件。然而，谁是幕后操纵者？为什么选择吴立国作为杀人目标？案件发生后，警方排摸调查了大量的现场目击者、证人，一直未能获得深入的线索。
夜幕下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然而在繁华喧闹的背后，一股躲在暗处的邪恶潜流正威胁着大都市的安宁。三四专案组成立后，警方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幕后的凶手。2001年2月，转机终于出现，有人反映出一条与三四枪击案有关的重要线索。喂，是公安局吗？我有重大情况想跟你们领导汇报。喂，陈队长吗？是的，找我有么事？我知道三四枪击案是谁干的。这嘛，你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现在在哪里？哦，好。你说的，财旗酒家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白沙洲猫子的。猫子是哪个？猫子是中州手下的一个大臣。大名叫余华明。中州是哪个的？中州是白沙洲赌博公司的老板，我也没看到过。白沙洲的赌场都是他开的，据说中州要是在赌场里来，没得一个人敢坐这里。中州手下几个人？中州手下光钉子就有20-30个人。么是叫钉子？钉子就是放哨的，警察来了，钉子就会跟赌场报信。所以警察到白沙洲抓赌，没得一次能够抓到的。那谁呢？你说的么是猫子搞的？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在中中的厂子里赌钱，接了不少的嘛，就是搞的来，因为还不上就跑了，人是我介绍的，所以余华兵3番5次找到我，逼我还钱，直到前天。下一点，下一点，下一点啊！少废话，走，跟老子走！你还没还钱？还没还钱？说，还没还钱？没得钱你还跟走？要打死你！说，我告诉你，财旗酒家的人就是老子杀的，你不还钱，老子要你的命！还钱！你认为猫子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认为猫子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全。那这样呢？你能不能真跟我那回去形成一个材料呢？么是材料？证据材料噻。但是没得证据噻，光凭一句话定不了余华这。他如果晓得是我干的，肯定不会放过我。不过我可以跟你们提供情况，你们去调查。么情况？上个星期，我好像听他们说，在幸福大酒家给谁过生日的事。老大，快点。慢慢这样的，你说是哪个生日噻？中中的噻，叫那么多人啊？这幸福大酒店。你能不能把你电话留给我们呢？以后有么事，我好跟你联系。不过你放心，这个事我绝对会给你保密。可以。余华斌，男，33岁。外号猫子，是第六棉纺厂下岗工人。1991年因盗窃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99年刑满释放。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余华斌刑满释放以来，一直在地下赌场充当打手，并在多起治安案件中受过处理。余
玉华斌的暴露，进一步证实了吴立国的被杀与地下赌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局在得知这一线索后，在副局长夏志刚的主持下，迅速展开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玉华斌半年都喊了喊包子，原来是路面的工人，已经下岗了，没得工作。平常的是斗步啊，跟我掐到雷把这些事情摆入的去落实。现在人家爬了去了，昨天晚上这个民居楼派出所接了个报案，就说这个民居楼上面有个自由同性恋一个老板叫周正，还在斗斗殴当中呢，找一个叫李艳梅的一个女的接了一份斗词，一直冒犯。这样的话呢，李艳梅呢就找这个帽子的话玉华斌来帮忙，把这个周正呢帮到这个白楼的一个居民屋里，搞了一晚上，过了一晚上，因为还两个人这个玉华斌都是一起过的。因为周正没得办法，昨天呢就是晚上呢连夜拿了包包去他们，可他现在人呢是放了，但是玉华斌跟这两个打手包括李艳梅都被拿了去了，我们现在摸着，反正也是个机会。23号他们公司有人过生日吧，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进去摸一下他们的底，如果条件成熟的可以先考虑把玉华斌抓他，但是其他的人不能动，他们这些人呢没有求过这个证据啊，是绝对不会开口的。如果在西湖大桥联动的时候引起他们的怀疑怎么办？如果秘密一地抓捕玉华斌，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会主动地往30案件上面联想。那么我们以玉华斌参与绑架案件公开地在他眼皮底下抓捕他们，反而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不过我们必须要把防火垒做好一边措施，一旦炸了屋，我们要强行抓捕。2001年4月23日，为了使34案件尽快打开缺口，也为了尽快查清34案件幕后黑势力的真相，警方经过周密策划，决定趁地下赌场的兄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头子过生日之机，对赌场的骨干分子玉华斌实施秘密抓捕。他们来了，带3号包间。麻烦你把3包的鱼先生给我抓出来。好，请稍等。请问一下，哪一位是玉先生？我是啊。后面两个先生找。搞么子的？不清楚，他说你出来一下就知道了。来来，老五，来，是哪位先生找你？我找玉墨师啊。你就是玉华斌？嗯。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认识周正吗？认得。你把他打伤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朋友钱，钱他不还。我告诉你啊，周正现在把你抓了，他现在你在医院里噻。你是不是有么事情跟我们在派出所把他说清楚了？怎么了？还有没亲自动手？好，正好把今天我朋友过生日，我打个招呼。好，可以。没得事，没得事，一个小麻烦。什么事啊？你也没的事。来，大哥。
2001年4月23日，地下赌场的骨干分子、三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玉华斌被警方逮捕。妈，我问你，武力股是不是你搞的？哪个武力股啊？哎，你们找我不是为了李艳梅的事吗？李艳梅是么事？那是小事情，我们问的是大事。哪个武力股啊？就是今年3月4号在财基酒家门口被杀的武力股。不晓得，不晓得啊！你不是说财基酒家人是你杀的吗？你们听哪个讲的？这个你不用管，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不错，我是说过，吹牛的和他们的。要尽快固定玉华斌及所有的证据，准备一通接收，绝不能放他去不了。另外呢，我们侦破行动呢，要加快，把高新谈过的底细收集所有证据。由于拒不交代，玉华斌被警方以非法拘禁罪移送起诉。就在三四案件的侦破再次陷入僵局时，又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三四案件以后，警方一直在跟踪着吴立国的司机吴小海的行踪。钢铁厂宿舍的枪击案时，警方断定吴小海与吴立国的被杀其中必然有着重大的联系。
今天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今天的抢劫案说是用的五连发猎枪，与三月四号所用的五连发猎枪的型号是一样的。我们怀疑的是余华斌一伙的入稿。我们正在收集证据，一旦形成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呢，我们会马上把他抓起来。你现在呢，能不能呢，在他们这里把他情况摸下去，掌握他们活动规律，有情况呢，马上跟我汇报。今天的抢劫案呢，发生了以后呢，他们又是怀疑，怀疑有人点穴，估计的，他们怀疑就造成了。已经呢，摸清他们情况，我们会严重保护的。这个我倒不么担心。那就担心你。我担心他们比我还强。还是要保护。我是你的事，你先拿个还他们再说。等你有钱以后，再还我。不过呢，我要奉劝你一句话。莫。这个事情办完了以后呢，今后一定改动。枪击案发生后的一天晚上，吴晓海到警方投案自首，他的投案终于初步揭开了三四案件背后的罪恶真相。吴晓海，你说有人要杀你，你是什么人要杀你？钟总叫什么名字？叫沈西忠。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为何这样杀你？我以前是个无理国开车的。一年前，无理国从左脑区来，我冒着死走，他想开个道场，就要我过去跟他开车子。但是道场里头不准支个两颗颤抖，所以我通过朋友去介绍，叫他跑到这里另一家道场去玩。后来才晓得这是钟总开的。没想到刚开始手气很差，这不好，借几万块的麻子一分都放不了。有一天道场有人找我说，老板钟总开的。你就是吴小海。你是跟你屋里头开车？对。你欠我那么多，我怎么还的？这两天手机不顺，等手机一顺，立马就。你放屁！等你从哪到坐到拿钱还债，那老子道场不是不开呀、啊？限你十天把马还清楚，要不然你帮我办件事。什么事情呢？帮我把屋里头给干了。我们的杂役被搞消，有我带不咋着开道场。他知道找得死，从别人那里晓得，钟总这个人非常的狠。他要杀我吴立国，吴立国肯定是跑不了的。要是吴立国不是，我也还不上嘛。钟总可能会把我整死的。与其两个人死，还不如把吴立国干掉。去年十二月一号的晚上，我给钟总打了个电话。哎，钟哥，那个事情我同意搞，但是我不敢动手啊。这样好吗？今天晚上我们把他带到中南楼口去吃宵夜，你派人过来搞。
晚上11点多钟，我把武立国带到中南路口的大排档。什么事？请有人棉吧。在电话里，我把武立国的房子、穿的衣服都告诉了钟总。没想到他派去的人不认得武立国，杀错了。从那次以后，武立国冒了大事，很少出门，对我好像也有点怀疑。因为那天晚上在中南路口，只有我们三个人晓得，那些是我提去的。牙带牙刷啊，没带完刷啊！我在中东的赌场里输了又赌，赌了又输，有一次借了武立国的1万块钱，说好了3天还钱，没想到一到赌场都输光了。武立国及时催我还债，没得办法。又从金马的借了5万块钱，还了武立国的2万块钱。本来想用剩下的3万块钱赌一把，赢回一点点钱，没想到又全部都输光了。直到那天，说，那3万元怎么还？当时我心里头想，既然你武立国这么不讲义气，也就莫怪我口狂了。反正总统想买你的命。于是我的账也就一笔勾下了。3月4号的中午，我晓得武立国要和他的女友在财喜酒家聚会，就给钟总打了个电话。喂，钟哥，这个生意你还搞不搞啊？今天中午他们在财喜酒家开聚会，机会可不多嘞。今天是我武立国成立了方帅一周年的日子，还有是我黄国兰的兄弟，这么好的个，我姓武在白州开赌场，这不就第二家？好嘞，好嘞，好嘞。自从你们上次找过我，我就非常后怕，害怕你们抓我，也害怕钟总他们以为我向警察告密。就躲了起来，没想到他们还是找到了我，想杀人灭口。我想待到外头，早晚让他们抓到，肯定是死，所以就来报案。吴小海，你刚才做的是不是事？全部都是。那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孙启忠现在哪里？不晓得，只有去大事的时候，他才会在厂子里头露面。其他的时间，哪个都看不到他的。问他那个赌场有多少人，多大规模，都是干什么的？中国的赌场有20多个人，分内场跟外场。内场有陈明文、沈吉祥、王金瑶，主要是放麻子的，打钢子、收工。外场主要是中东过来的钉子。厂子里头的刀客躲到老百姓家里，整个警察走来走去的，所以一般警察抓不到。厂子里头有个专门管枪的，教练。总共说的要有4个枪手：余华斌、林章健、唐柏林。石祥浩，财喜酒家的事情就是他们几个干的。三次案件真相大白以后，专案组继续不遗余力地展开深入调查。这伙黑恶势力犯下的一大批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被警方所掌握。2001年1月21日，游运派出所派人到地下赌场抓赌时遭到围攻，
并将民警的枪支抢去。2000年3月3日，地下赌场打手秦明红、汤百林等人持猎枪窜到清江饭店，枪杀另一团伙头目郑伟平未果。2000年5月12日，为争夺水厂二期工程，沈西忠指使十多个马仔在光天化日持猎枪与另一涉黑团伙火并，造成一死六伤。2000年5月2日，赌客沈某因对借马人陈某担保，遭到玉华斌等人绑架。2000年1月24日，市区德胜桥某副食店业主被敲诈人民币2000元，商店被砸。而所有这些案件的幕后指使者都指向同一个人，地下赌博公司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子沈西忠。沈西忠自刑满释放以来，网罗两牢释放人员，非法秘密开设地下赌场谋取暴利，有时一晚所得的佣金就是数十万元。沈西忠到澳门赌场豪赌，一次就输掉上百万元。除了非法开设赌场，沈西忠还常常装作假善人的样子来伪装自己，并对为赌博公司效力的人施以恩惠，同时还办公司、开酒店，披上合法外衣，企图使血腥资产合法化。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攫取暴利，多年来沈西忠多次指使手下行凶作恶，手段十分残忍，其所犯罪行令人发指。以沈西忠为首的团伙是一个集赌博、杀人、绑架、敲诈为一体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毒瘤。根据现在的侦查工作进度，按照市局领导的要求，今天召开会议，专门部署围捕沈西忠及其团伙的成员工作。下面由我们市局夏志刚副局长为我们部署工作和提起工作要求。沈西忠犯罪团伙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对社会危害极大，社会影响极坏，必须坚决铲除。从现在开始，所有行动成员不得离开办公室。请市局领导放心，我们将进一步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加强专班力量。我们各位局长、行政队长、法制科长、派出所长都要亲自上阵，我们要群前局之力，一鼓作气，将沈西忠犯罪团伙一网打尽。